是一个 long weekend， 这个周末我就没有安排去任何地方，只在家休息哦。顺便想要重新改一下我客厅的格局，因为其实我原有的客厅是没有沙发的，就只有几个 beanbag， 然后我也没有放电视机，因为我觉得我回到家就很少关电视机。可是我发觉有一个问题，这样子住下来，因为就是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然后我们很少时间会在同一个空间，就是他可能会在书房，我可能会在楼上，或者是他可能会在书房，我可能会在客厅，因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空间是可以我们两个坐在同一个沙发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决定要改这个客厅的格局，让我们两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互动。所以我现在就要趁他还没回来前偷偷改一点这个格局。沙发我是还没有买，然后现在就一团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要一个人移这个柜子。其实我刚刚是已经把这柜子，其实放他的酒的，我刚刚已经把这两层的酒都拿下来了。我家也觉得我是有力气可以推动它。平时做的 gym 是没有白费的啊！OK， 终于移完一个东西了。先要把那些酒排进去那个 shelf 里面。我不知道还要怎么排，我就随便排一下。家里大概就是长这样，这里嵌一个沙发，然后把这个移来靠在窗户的位置，然后这边就放我投影机的那个位置，就把这个酒架移来这，真的感觉比较宽敞了。这个周末的 living room redo 成功。Finally 可以跑了，都没有那个车。今天是礼拜五，所以非常塞车。为什么你的手有个 tissue 的？是habit 习惯来的。我没有 tissue 没有安全感，就很像一个 baby。抹眼泪啊，我抹这边。你像那个 baby 要拿着他的 blanket 这样子。其实我也是有这个 habit， but in the restaurant。Anyway， now we are actually going to 跟进 to check out the new Dream Tap Tap outlet 在烟台，对不对？对。然后刚才非常塞车，可是现在终于有动了。Finally！ 因为我们可以在 sunset 前赶到。好。应该可以。可以了，我觉得。Anyway， 等一下有什么东西 excited about？ 它有什么 new drinks 吗？有啊。有两个 exclusive 只有在跟定 outlet 有的 cocktail。Oh, I'm actually very excited to check out, cause the KL outlet one was really nice, where 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就那个 pool 的那个地方。可是那个 pool 是不可以进去的啦，就是一个。你要也可以的啦。哦，我顺便要和大家 share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ervice， 就是刚才其实今天我上雨顶是没有自己开车的，就是我们用了那个 travel 的 app。是我们用的代驾，我开这个 travel 的 app 给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吗？Actually, you can just click here. Boat.
buddy driver。Yeah， 然后你就可以选你的地点和时间。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方便。然后 Lisa 其实是有用过的，就是她平时喝了酒，她会开车去那个喝酒的地方，然后她喝了酒过后就会。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平时哎，我每次跟我自己讲，我驾车我就不会喝这样多，就驾车去哦，去那边always end up， 哎，OK 啦，一定是喝到三点了，OK 啦，就代驾了。正宗的安迪嘞，你为什么要拿着 T 恤？留着啦，可以按 button。COVID， 洁癖。洁癖很严重哎。刚刚在帮我的 friend 冲凉，因为它好干，然后植物是需要很多水分的，可是这一颗给我弄到不是非常健康，所以我现在 try to save 它。 But anyways, ever since I shifted the whole living room area, 我的植物竟然长出新的叶子了，我真的非常开心。这个 plant 是我 CMCO 还是 MCO 的时候拿到的，然后种了这么久，我看有一年了吧，有两片新叶子。Oh my god, I'm so happy. OK， 之前这个 plant 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的，然后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吸收到阳光，然后我就放来这边过后，这么快就长出新的叶子了。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本来这个厨是在这里的，这个这样子放，可是我放来这边过后，它就长了新的叶子哎，很快哎，然后这个 stalk 是新的，好，我已经帮我的植物洗完澡了，然后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又去。就是牙医那边复诊了，然后今天有点特别，就是他给了我一个这个，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帮你的牙齿更快的移动的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很像橡皮筋这样子的，所以这个 penguin 是代表不是太强 moderate 的拉扯。
然后给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刚刚可能是我第一次戴的关系，我一戴好有一个 button 的，所以它有装两个 button 在这里，还有我后面牙齿的位置，所以它可以这样子挂着，然后拉去后面。我一装好过后，然后我就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餐，我就去吃午餐。我一吃完我的午餐，我吃一根牛肉汤面，所以是需要咀嚼的。我一吃了过后，就那个 button 就掉出来了，不是那个 button 的问题，就是医生说有各种不一样的情况，因为大家咀嚼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一脱下来过后，我又跑回去那个 clinic 又要再重新装上一次。然后医生讲，可能我是属于那种button 很容易掉的人，所以我现在就刚刚装完的第二次过后，我就不敢吃东西了。他就讲尽量不要先吃比较硬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太高估了我的牙齿的咀嚼力，就一咬它就断掉。然后我现在想示范带给你们看，其实我不是很会啦。他讲要用后面的，要用先勾住用后面的牙齿。这个画面不是最 glamorous 的，可是我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面会有个，有点看不到，后面是有一个钉钉的。我换了哈，勾不到哎，怎么办？好像勾到了。哦，装上去了，看到啊。勾到了啊！嗯，不见了。啊！勾到了。医生说刚刚开始会比较难，过后就比较容易了，就好像我刚刚第一天穿那个隐形牙套一样。我现在讲话就没有感觉有气馁感的感觉，可是其实我是喘着的。所以我现在是进入week 5，暂时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因为 even with 这个rubber 它是可以更快帮助我的牙齿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 rubber， 是因为刚刚好我的门牙这里有一点好像有这个兔子牙这样子，就需要把它扯去后面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就有位置让我剩下的牙齿进入那个理想的那个形状。 OK， 我讲了非常久这个牙齿，好开心，希望我过几天应该都还可以正常的吃东西。生日祝贺 Cheers Happy Birthday。 Oh my god， I was like with the standard. Do you like it?Every time I see someone, I'm like, I try my best job. Guess who's late? 1 hour late. Or two. Happy birthday! Wedding, birthday, anniversary, please nobody travel. Wedding, man. Woo!星期天，然后也是要庆祝我另外一个金牛座好朋友的生日，我们就选了来一个 onsen。现在这边是40度，好热，我要慢慢的下去。刚刚好朋友生日，所以顺便就带他来体验一下这个热温泉，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没有这个天然的温泉，所以我看到 Moncara 这边有一个 SPA 的店有，所以我就带他来体验一下。然后他刚刚有 before 我进来这个温泉，他其实有叫我选水的温度，还有那个盐的那个不一样的 variety， 所以他有三种，我忘记第一个是什么，可是我选的是舒缓肌肉的。那我刚刚朋友选的是那种放松身心的那种比较 calming 的。So yeah， 很热，我的汗就一直流一直流。所以 after 这个 onsen 过后，我们会去做一个按摩，非常放松的一个星期天，我很喜欢。如果你们想要来尝试这个体验的话，记得来这个
I think it's called Urban Retreat Spa， 真的是很舒服，很让我很想，怎么说，让我想起在台湾有在日本那种泡温泉的感觉， so relaxing。Oh no, I ruined it. Oh my god. Today, 来到 New Balance 的 Grey Day Event， 他们 launch 一整个系列的灰色鞋子，超级美的。平时我买 New Balance 上网买，因为很多款式在马来西亚都没有，可是因为现在他们 Global take over 了他们整个牌子，所以以后就会有很多跟全球同步的发售。然后现在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在 GMBB， 很赞，然后而且还可以在这边买鞋。Look who am I bumping to？We are all wearing gray. 我们都同样的穿的短裙，同样的鞋。没有鞋子，我们是走学边的风格吗？是，我还绑了一个小辫子。这个、还没有，我这个辫子有点太。学边风是你的裙，然后我有一个小领。哦、oh, ，cute。Yeah。然后他们今天其实也是有 tufting 的活动，我记得我上次。特款第一次过后我就很想特，然后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再特了，然后我该去选了这一款的 design。 我觉得这个，然后我现在准备开始特。我的完成品已经好了，我真的太 proud of myself 了，因为我十分钟以内就做完了。